果然名不虚传，开炮，好山好水好地方好人好热情，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。
重量150公斤，六号福建刘能林第一次试举8号准备。 13号准备。 15公斤，13号安徽严世杰第一次试举，2号准备。
成功，杠铃重量一百五十五公斤，12号湖北严敏敏第二次试举，18号准备。 成功，杠铃重量一百五十五公斤，13号安徽严世杰第二次试举，12号准备。 失败。
重量155公斤，13号安徽严氏杰第34世举，7号准备。陈洁体育从我做起。习近平总书记既是指出，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，强化拿道德的金牌、风格的金牌、该界的金牌意识，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容忍、零出现。 下面向您介绍一下有关反兴奋剂的知识。常见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共有10种，使用兴奋剂将对人的生理、心理产生极大危害，属于心理衰竭、肌肉萎缩、严重的肝衰竭、心肌梗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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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心肌
鞋子嘞？性格改变。13号161。13号第3码改111。践行直接主义，对兴奋剂说不。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。7号安徽江滨第一次试举。11号准备。11号广东邓华第一次试举，2号准备。
失败。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。三号四川罗重阳第一次试举，五号准备。失败，杠铃重量160公斤，八号湖北向飞扬第三次试举，十二号准备。来，朋友们，鼓掌拍起来。更快一点，停！秒数。
160公斤，12号湖北严明林第三次试举，5号准备。来，朋友们一起拍手，给运动员加油！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。安徽的江斌是2019年世界杯福州站的亚军得主，一起给他加油！一二，一二。失败，杠铃重量163公斤，1号天津刘焕华第三次试举，7号准备。
失败。杠铃重量163公斤，七号安徽江滨第三次试举，11号准备。失败，杠铃重量增加到165公斤。九号天津于小军第一次试举，三号准备。朋友们，即将登场的于小军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77公斤级的金牌得主，他也是世界总成绩和挺举纪录保持者、全国纪录保持者，他是本场唯一的80后选手。来，我们一起为奥运冠军、为小老将于小军加油！一二，一二，于小军。
号陕西路德林第二次试训，三号准备。70公斤，九号天津吕小军第二次试训，十号准备。来，朋友们，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拍手鼓掌，为我们运动员们加油！来。174公斤，如果吕小军挑战成功，这将是新的全国纪录，也将超过世界纪录的成绩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给吕小军加油！一二，吕小军。
十号，陕西陆德林第三次试举。好的，场上杠铃重量174公斤，这是一个新的全国纪录，陆德林将向他发起挑战。一二，一二。举重比赛呢是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比试，每位运动员在每重举之中有三次的试举机会，每次试举的时间是一分钟。如果场上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，试举时间就是两分钟。举重的规则规定了比赛中先进行的是抓举比赛，后进行的是挺举比赛。杠铃重量增加到185公斤。八号湖北向飞扬第一次试举，十二号湖北。胸不要松，失败，杠铃重量增加到一
190公斤。二号湖南中联重科唐健第一次试举，六号准备。来，朋友们，跟着音乐的节奏，把手拍起来。福建林能平第二次试举。
191公斤。十号，陕西陆德林第一次试举，6号准备。失败。6号，停举，第三次试举，放弃。杠铃重量191公斤。10号，陕西陆德林第二次试举，7号准备。认识举重，了解举重，爱上举重，又到了我们举重小贴士的时间。您现在欣赏的是举重比赛的第二部分，也就是挺举的比赛。那么在挺举的比赛当中，要求运动员是分为提立至胸和上挺两部分来完成动作。在上挺的整个过程中，要求运动员是一次性伸直手臂的完成动作。常见的上挺方式有弓箭步挺举、下蹲挺和半挺等。我国著名运动员战旭刚、吕小军等采用的均是下蹲挺的技术。场上191公斤的杠铃，即将向他发起挑战的，还是来自陕西的陆德林。来，朋友们，跟着音乐的节奏，为他加油。失败，杠铃重量191公斤。10号，陕西陆德林第三次试举，7号准备。好的，朋友们。192公斤，10号，陕西陆德林第三次试举，11号准备。来，朋友们，掌声，跟着音乐。杠铃重量增加到193公斤。啊，反了，小伙子。啊。
号广东邓华第二次试训，一号准备。失败了，杠铃重量194公斤，九号田鸡吕小军第一次试举，五号准备。重量194公斤，五号贵州龚新斌第二次试举，一号准备。失败，杠铃重量194公斤，五号贵州龚新斌第三次试举，一
抗准备。认识举重，了解举重，爱上举重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举重比赛的举重牌。举重牌为正方形，边长400厘米，高11米。举重牌四周必须有直径。杠铃重量增加到195公斤。100厘米的空旷区域，这个区域必须平坦，没有任何障碍物，包括杠铃片。运动员在试举过程中，禁止除双脚之外的其他身体任何部位接触举重牌，否则将被判作试举失败。一号接近人范华第一次试举，范华准备。195公斤，一号天津刘焕华第二次试举，八号准备。失败，杠铃重量195公斤，八号湖北向飞扬第三次试举，一号准备。强身好，胸顶住，
失败。杠铃重量195公斤，一号天津刘焕华第三次试举，二号准备。朋友们，即将登场的刘焕华出生于2001年，他是本场比赛最年轻的运动员，我们一起跟着音乐节拍与他加油，来。失败，杠铃重量196公斤，二号湖南中联重科庞健第三次试举，13号准备。
体气候准备。杠铃重量增加到198公斤。在举重的比赛中，杠铃重量增加到199公斤。13号，安徽严世杰第一次试举，3号准备。
重量200公斤。在举重的比赛中，运动员每次试举有1分钟时间，当准备时间到达30秒时，入门器会给出提示音，在提示音响后，运动员不得再更改试举重量，如果超时将被判作试举失败。试举完成后的运动员必须根据裁判员的指令，从身体的正面经过肩部放下杠铃，杠铃降至肩部以下，双手放手放开，指示灯提示两盏白灯以上为试举成功，两盏红灯以上为试举失败。场上现在是整整200公斤的杠铃，来自四川的罗重阳将完成他的第三次挺举的挑战，来，朋友们给他加油，1、2。好，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好地方开化。开化县是钱塘江的发源地，是国家级生态县、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，县内的钱江源国家公园是全国10个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单位之一。杠铃重量201公斤，9号天津吕晓军第二次试举，7号准备。Thank you.
重量增加到208公斤。是的，208公斤，您没有听错，208公斤，如果将它举起，这将是一个新的挺举全国纪录，并将超世界挺举纪录。看到即将登场的是伦敦奥运会冠军吕晓军，他将完成本次的最后一次试举，本次比赛中他将向208公斤的杠铃发起挑战，如果他试举成功，他将同时刷新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，并超世界总成绩纪录，我们一起为老将加油！来，吕晓军，吕晓军，杠铃重量208公斤，9号天津吕晓军第三次试举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为老将吕晓军的坚持和拼搏精神鼓掌致敬。挺举比赛结束，稍后将进行颁奖仪式。